我们参观了16世纪教堂，我们即将再去下一个地方。1664年所盖好的这个宗教的地方。我刚才这边停留了20分钟。教堂嘞，哇塞，11世纪的教堂，哇，很不一样哦。刚才点了一个蜡烛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是清真寺哈拉的沙特的穆斯林的清真寺啊，里面停留大概20分钟。前往是哈拉清真寺，在这个整个历史建筑的穆斯林清真寺，从我们要往那个 Kitty 大概有三公里的路程哦。它是在整个中央的拉拉卡，还有包括非常有名的盐湖城啊、阿拉伯世界在西元648年啊。哇，也是很有历史的部分哦。那西元648年是属于在接近在汉唐朝的时候。